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14面。我们从第六行看起，从第六行第三个字看起。今法藏菩萨再请曰：“非我境界，请佛广演，即是外末诸圣也。”君帝是曰：“此乃法藏菩萨自开他列门也，此于道破净中玄微，世称净中为他列法门。”昨天我们学到此地，今天还把它念一下，下面才接得下来啊，才可以接下去。这一段呢，法藏菩萨听了佛的开示之后，实际上这问题是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他懂，我们凡夫不懂。不但凡夫不懂，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也不同。为什么？那个佛是相似即佛，不是真的佛。真佛呢，在华严经上，原教初住以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是真佛。这样层次的人呢，能听得懂。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到一点，是因为《大乘经论》常识熏修，也能够体会，不再怀疑了。可是这个呢，这叫解悟，不是正悟，我们自己没有正德。觉悟可以帮助我们升起信心，升起愿心，现前得不到受用。如果是正悟，它真的受用，确实入佛境界了。重要的净宗是二力法门。特别着重他力，这个他力就是阿弥陀佛的力量。这几句话是他力的缘起。为什么净宗是他力法门，此地说出来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净宗所以能三根普被一生成伴，前面我们看到过，五尘其如宝土，比这个讲的还要彻底，还要究竟。此地讲三根，也就包括了五尘。三根，上根、中根、下根，那么细说呢，上根上面还有上上根，这三根呢也包括在里面，有上上根，有上根，上上根人很少，确实
不常见，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在我们这个世界出现过的，释迦牟尼佛是上上根，他有能力将妄想、分别、执着同时放下，这不是上上根人做不到啊！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个唐朝时候禅宗的慧能大师，那也是上上根。年岁不大了，24岁。释迦牟尼佛彻底放下是30岁。这一放下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的也是同时放下，干净利落。所以五祖将衣钵就传给他了。这是一时顿悟啊。如果说是两三年悟入一个境界，5、6年悟入这个境界，或者10几20年乃至于30年入这个境界的，在中国人数不少。你看五灯会员1700多人。传灯录。景德传灯录。再加上教下。合起来，中国这2000年来，就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能够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层次的人，我们估计应该超出3000人，这个成就不得了啊！确确实实超过印度本土。到这么高的层次，2000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成就啊！那要加上净宗，那可不得了了。加上净宗，我们肯定超过10000人以上。单单说净宗，净宗要跟禅宗来比较了，至少10倍都不止啊！禅宗有3000多人成就，那净宗就30000多了。一般人常讲10万以上，我们能相信？有理由相信啊，就是2000年来。念佛往生净土的真的10万人以上啊。往生传里面记载，少数人啊，许许多多人念佛往生没人知道的很多很多啊，占绝大多数。所以圣贤这个净土圣贤录啊，这个往生传啊，那都是少数啊，有一些文人学者知道了给他写传记啊。农村偏僻地方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很多这三根不备禅宗确实
上上根人。啊，上中下这三根禅宗几乎都没分。啊，只有净土宗一生成就啊。啊，般是把了生死出轮回这个事情办妥了，一生当中就成就了。凡夫二乘啊，二乘是讲声闻缘觉，列灯不退也啊，这个例子也能够证得三不退啊。这三种不退也，第一种是位不退啊，位不退，小乘粗苦，大乘粗性位的菩萨就证得啊，证得这个位次虽然没有出六道啊，但是他已经得到保证不堕三途，所以叫位不退啊。没出六道轮回，他在六道里的是人间天上啊。七次往返，人间天上七次往返，他就超越六道了啊，这位不退。第二呢，是行不退，行不退是菩萨，不退菩提心，不退菩萨道，这个事不是普通人能做到。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做不到在十法界里面只有佛他做到了行不退啊，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他有位不退，行还会有退，你说多不容易啊！菩提心、菩提菩萨心都会退呀！啊，到什么时候真的不退呢？超越十法界，到一真法界啊，就是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他不退了啊，不但行不退，又加了一个念不退啊，这就三种不退啊，通通证得了啊。行不退啊，这个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那什么念念都去向无上真等真觉啊，因为他障碍没有了啊，见思烦恼没有了，尘沙烦恼没有了，无明烦恼没有了，就障碍没有了，所以他只有进呢，没有退转。啊，进的速度果然不一样。啊，有些根性力的进的速度快，有些速度慢，但是他绝对不会退转。啊，那么凡夫二乘也能够证得三种不退，这个太稀奇了啊，太稀有了啊，也能够在一生当中得到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是什么呢？戒障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明之力，
这一句话要记住啊。他为什么能做到三不退呀？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叫一尘愿海，啊，还有修行呢，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啊，就能保证你一生证得三不退。这个法门难行啊，真不容易啊。啊，所以这不是靠自己力量，全靠他力。啊，虽然全靠他力，自己要不是真信，要不是真正发愿，真正念佛，那阿弥陀佛的力量加不上，也就是帮不上你。啊，佛虽然有能力，帮不上忙。你自己要愿意接受佛的力量，他就帮上忙了。啊，只要你真的能相信，真的发愿，真的接受了，你这一生真成就了。啊，我们看到典籍上记载的念佛往生人很多，我们看的往生传记啊，啊，那是过去的。现在念佛人，我们很熟悉的，我们曾经是很好的同参道友。啊，现在他们先去了，走得那么自在潇洒，让我们看到了，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不生病啊，欲知时至，晓得自己哪一天走。啊，邀请大家来送行，开往生大会，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了。啊，欲知时至，不生病。啊，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给诸位说，人间有大福德的人也能做到。啊，我还能够记得，啊，小时候，大概我七八岁的时候，记事了。啊，我们家乡一位老太太，临走的时候没有生病，好端端的告诉儿女，她要走了。啊，告诉她什么时间，很准确，家里人都到齐了。那个时候还是大家族。所以我还看到中国传统的家，啊，他有十个儿子，没有分家，啊，是个大家族。那个时候家里人已经是，人丁不是很兴旺了，啊，还有100多人，啊，这么一个家族，我跟他们家里有亲戚关系，啊，我的姑母嫁到他们这一族里头。啊，瑞相稀有啊！
啊，好端端的一个人坐在那里就走了。啊，他们不知道念佛。啊，这是我这个能够记得的。啊，这是有福报的，一生积功累德了。善心善行呢，所得的果报啊！以后我们学佛知道这升天啊，这种走的，我们晓得他福报很大了。他走的时候，天人来迎接他了。啊，也有仪仗队也列队也欢迎的。啊，那念佛人走的时候，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啊，很多人来迎接。啊，这在佛门里面，许多同修都知道啊。啊，知道自己要真正立下志愿，他行我也行啊。他这一生能成就，我为什么不能成就呢？那细心想想，他怎么成就的？这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离苦的路。六道轮回苦啊，永远脱离了啊。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智菩萨，这就是真路。啊，永远不会退转到十法界，当然更不会退转到六道。啊，你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做佛就是回归本性。啊，中国古人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你回归到本性本身，这在佛法讲成佛了啊，回归自性啊，这是究竟的圆满啊。唯有回归自性，你才有智慧，有能力帮助啊，法界虚空界无量的苦难众生，你才有这个能力。你自己没有到最高的成就，你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啊，那么这种能力出现在十报图就有了。换一句话说，十报图里面初住菩萨就有这个能力了啊。中国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就有这个能力啊。可是在净土宗，特别净土宗一往生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啊。为什么呢？阿惟越智菩萨嘛。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品位啊，凡圣同居图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智菩萨，这个得了吗？啊，这就是你具有这样能力啊。但是这个能力要知道，不是你自己有的
是阿弥陀佛本愿微尘加持你的。啊，什么时候到你自己有呢？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大彻大悟了，那就是你自己本有的了。你在没有大彻大悟、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跟诸菩萨神通德能完全相等，那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不是自己的，这叫他力法门，仗他力往生，也仗他力度化一切众生。净宗之所以究竟方便者，即以弥陀无上果觉作为众生因地初心，因大果海，果彻因缘，因果同时，感应难思，此又是他力之妙用。这是念老进一步为我们说明，净宗在所有宗派里面称为究竟方便。啊，究竟两个字不容易，八万四千法门称方便门，没有一个加上究竟的，只有这一个。啊，为什么呢？往生就是成佛，啊，所以称究竟啊。它的原因就是以弥陀无上果觉作为我们现在修行的因心，因地发心。啊，那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如果了解的不够透彻，就会有疑惑，这个疑就会产生很大的障碍。啊，疑是什么呢？你信心发不出来。我们冷静去观察，啊，就在当下，学净宗法门的同修有多少？几个人真心？几个人真法心、真干？啊，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跟李老师学经教。啊，李老师是台中莲社的创始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们莲社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啊，莲友有多少人呢？有20万人。十年呢，有20万人。老师常常很感慨地说啊，10000个念佛的同修，真正能往生的，老师说也不过3-5个人而已啊。那这什么原因？啊，
唐朝善导大师给我们讲，万修万人去，现在怎么10000个人修啊，去的只有3-5个，这不成比例了。什么原因？有怀疑，啊，障碍了真正的信心，不能说他不信。啊，虽有信心，不起作用，对于这个世间还贪念，放不下了。啊，一个是情执放不下，一个是烦恼放不下。嗯，烦恼是贪嗔痴慢疑。啊，净宗，不要你断烦恼，也不要你断情执，只要你的功夫能把情执跟烦恼扶住，它虽然有，它不起作用就行了。这个我们做得到啊！如果说情执烦恼断掉，我们真的做不到。啊，换一句话说，84000法门，门门它的条件都需要断烦恼才能成就。啊，所以净宗方便呢，不要断烦恼，扶住就行。啊，用什么来扶住呢？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古大德教我们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头起，情执烦恼念头起。啊，念头起是正常的，六道凡夫哪有不起念头的道理呢？啊，所以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念头才起，你就觉悟到了，你就把它换成阿弥陀佛。啊，第一念呢，烦恼习气起来了，第二念阿弥陀佛，把它换过来呀，这就行啊。啊，有同学告诉我，他这个嫉妒的习气很重啊，这就是烦恼啊。那嫉妒心一起来，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就把这个嫉妒心控制住了。啊，取而代之，这叫做念佛，这叫做会念。那不会念的，一面念佛一面大妄想，那是不会念的。啊，他有怀疑，他有夹杂，啊，那是不会念的。会念的不夹杂，不怀疑。啊，他真的能把习气烦恼控制住。这个道理要懂啊，你要不懂你就不会念的。啊，那古人所谓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那白念了，哎，倒不能说白念啊，阿赖耶识里头种下了念佛的种子，这一生不管用。什么时候才管用呢？什么时候你佛号能够扶住烦恼，它就管用了。啊，决定不能让烦恼起现行，这叫功夫得力了。啊，那也有人问，那我念佛要念多长的时间，我才能有这功夫？啊，根据过去、现在念佛成就的这些人，我们细心观察，大概3年。你说真不难。
啊，这三年怎么念呢？就是烦恼一现行，马上就压下去，就这个念法。啊，你认真训练三年呢，烦恼就控制住了。只要烦恼一控制住，在念佛功夫等级上来说，你就拿到功夫成片了，这叫功夫成片。啊，有这种功夫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啊，所以一般三年人到这功夫他就走了。为什么？这世界不好玩，这世界太苦，不值得留念，他到极乐世界去。啊，假如住上善人，住大菩萨的俱乐部去了，到那里去玩去了。啊，还有寿命不要了，不在这遭罪了。啊，有这个本事。啊，三年时间，你说他是不是应该讲究竟方便？啊，任何一个法门做不到啊，他能做到。啊，这个理由就是，阿弥陀佛，这是已经成佛了。他说果觉，啊，用他的名号来作为我们现在修行的最初方便。啊，我们念这句佛号，念这句佛号。原理是什么？原理是自他不二。前面我们读过啊，《观无量寿佛经》上讲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什么是佛？你的真心叫做佛。佛是你的真心啊，阿弥陀佛已经回归到真心了。我们现在用阿弥陀佛的真心，阿弥陀佛真心跟我的真心是一个心。所以，念阿弥陀佛是念他佛，自他不二同时是念自佛，自他也如啊，这个成就快啊。啊，因大果海，果彻因缘，因果同时。现在在世上讲，佛是果。我这里开始学习是因，因果是相应的啊。为什么呢？真心是一个，不是两个。我们中国古人讲本心本善，这个本心本善是一个，不是两个。阿弥陀佛的本性本善，我们自己的本性也是本善，是一不是二。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是本性本善的名号。啊，这四个字是梵语翻译过来的，可以完全翻出来，因为尊重不凡。啊，翻出来，啊，这个音翻作五，
中国五的意思，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无量觉。你看看，无量觉，咱们中国祖宗讲的本性本善，那个善就是觉，迷就不善了，觉就是善了，啊，一个意思啊。啊，我们今天以无量觉做因心，你看，不管什么念头起来，啊，不论念头是善还是恶，念头只要一起，无量觉就提醒自己了。啊，梵语阿弥陀佛，南无这两个字是皈依的意思。归命的意思，啊，也是我们全心归命阿弥陀佛，就这个意思。啊，他这个里头也有恭敬的意思，意思很多啊，很多义。啊，那么这也说出。他立的妙用啊，这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更加以外生异性啊，这是六道凡夫的习气啊。听说有神有仙，啊，你就很容易去相信他，机灵难治啊。啊，你看佛在经上常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本来是佛，这个很难明了。啊，自己也不承认，哦，我是一生罪业的凡夫，我怎么是佛？啊，所以自己自信难知，啊，相信别的容易。这一句话我们今天读到此地啊，都要有高度的警觉啊。自古以来，不管是中国外国，对于灵异都有这个很容易相信的这种趋向。那这是好还是不好呢？很难说啊。如果是真的是圣贤菩萨，你异性啊，那是你有善根啊。如果是妖魔鬼怪是假的冒充的，那你就上大当。啊，所以佛在大乘经教里讲得很清楚，诸佛菩萨跟阿罗汉决定不用神通做佛事。为什么呢？如果你用神通啊来戒引众生，妖魔鬼怪都有这个能力。那就佛魔就不能够辨别了啊，魔会变成佛菩萨，变假的啊，所以佛不许用神通，因为说阿罗汉以上都有神通啊，不用啊，用什么呢？讲经教学。这个魔不行，魔不会，啊，魔会变把戏，变魔术，啊，你叫他讲出一番大道理，他讲不出来，
个要知道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在世没有显神通这个事情啊。啊，30岁开悟了，悟了就是一切具足啊，啊，智慧、神通、道力全具足啊。他讲修79岁过世，讲经教学49年，啊，那么他后世的学生有没有些神通这些事情呢？也有，不多。《高僧传》里面有一部书叫《神僧传》，这部书里面记载的就是历代这些出家人，也有在家居士现神通的，在特殊条件之下。可以啊，这种特殊呢影响力很大的啊，国王大臣啊，长者居士，他们有很大影响力的啊。你不显神通他不相信啊，一时显神通他相信，他来护持正法，影响力就非常大。这个可以，一般没有信仰力的，你在他面前神通没错了，这是佛不许可的。啊，在特殊因缘，这个人过去生中久修善根，现在来到人间一时迷惑啊，度他一个人让他回头啊，这也是个缘分，也可以啊，别人不知道，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啊。多半这种人呢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不是开悟了就是念佛往生了啊。换一句话说，他在六道轮回这一生是最后的一生啊，不是像这种特殊状况之下决定不许可用神通啊。佛教人你看，从伦理、从道德、从因果啊，更高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哲学、科学啊，佛门不提倡这些怪异啊。那么世间人啊，在中国、外国都一样，可以说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宗教，都有个心理。趋吉避凶，这是普遍现象啊。吉凶祸福，谁不关心呢？啊，听信啊，有人知道啊，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总得要打听打听。那到底是真是假呢？没人给你做保证的啊。佛对于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告诉你这些原理原则，只要你真正参透了掌握到了，你就不必再问了，也不必听信任何人造谣生事，问自己的起心动念。
为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有道理。我们的心正、言正、行为正，你这一生就吉祥如意，你不会有灾难。如果心不正、言行不正，那灾难就不能避免。为什么呢？这经上讲得很清楚，相由心生，境随心转，都是自己心啊。你看你念佛的心就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你念菩萨你就成为菩萨，念什么就现什么，感应不可思议，这是真理，真实的事，不是假的。今天这个世界，许多人讲，地球的温度年年在上升，南北极的冰融化了。海平面要上升50米，那沿海城市全淹掉了。那很多人着急。这是不是谣言呢？在佛法讲，这不是谣言。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这是我们居住地球上这些众生心弦所感召得来。怎么会感到这种水，这个天气变暖呢？海水上升呢？天气变暖是嗔恨心所感的，嗔恚是火，嫉妒也是嗔恚的一分呢。贪婪是水呀，那佛教导我们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灾难就没有了。贪心水灾，嗔恚心是火灾，温度上升是水火灾，愚痴是风灾，傲慢是地震。如果我们把贪嗔痴慢断掉，这个灾难就没有了。你相信不相信？不相信，那后头给怀疑。贪嗔痴慢疑，你对佛菩萨、古圣先贤讲的话，你怀疑，你不相信，那就是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不信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你不相信。你不肯听从，那你就得受灾难。你要能相信，真正能做，他灾难真化解了。这是对我们外面的环境，对自身的，大家非常关心的，健康、长寿啊。你的心态如果好，心地善良，
你哪有不健康不长寿的道理呢？啊，寿命是有一定的，谁给你定的？自己定的，自己前一世定了今世这一生的命运，我们这一世的行为决定来生的命运啊，所以命运不操纵在别人手上啊，在自己手上啊。中国古圣先贤不是凡人呐！啊，我学佛之后，我常常在想。古圣先贤全是佛菩萨再来的，为什么？他们智慧太大了，他们留下来的教训真理呀，超时间、超空间，任何地方它都准。都能行得通啊！如果真正能做，人人都不违背，我们地球就是极乐世界。那就不必念佛到极乐，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了。那如果大家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那我们只好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啊，大家都相信，我们就不必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建造极乐世界。啊，只要这个地球上的人，啊，人人都能够落实《弟子规》，儒家的。落实感应篇是道家的，落实十善业道是佛家的，啊，这三样东西文字都很少，你看《弟子规》总共1080个字，感应篇也不过是1500多个字，啊，十善业道经长一点。我把它做了一个戒本，啊，做了一个戒要，600多个字就行了，啊，人人都能遵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违背，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人造出来的。啊，就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了。如果反方向的去造，啊，造的是无逆实物，那就像很多外国预言家所说的，这世界末日就来了，这个地球会毁灭。啊，地球上的生物同归于尽，全是自作自受啊！啊，与上帝不相干，与阎罗王也不相干，与佛菩萨更不相干。世出世间有一切法，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大乘经上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吉凶祸福不要问别人了，问别人是迷信的，问自己是决定正确。
那么也有人问我，这法师有很多通灵的人到我这来跟我接触之后呢打着我的名义在外面做不好的事情，这事情我不知道这是道场，十方道场，什么人来我总不能说我不接见，没这个道理接见照一张照片，这平常事情这都不能拒绝的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那他要拿我们这个名义到外面去宣传去壮大他的声势，那是他的事情这是国家法律应当要管的我们管不到这平常事所以佛门弟子最重要的是要听经，不要听信谣言要听经。中国古人有两句话说得很好，《礼记》里头的“临难无苟免了，临财无苟得了”。利益财富现在面前，要想一想我应不应该得到，不应该不取灾难来了我应不应该避免想一想说是将来水涨，海水涨上来了，香港也被淹没了，我们实际是不是要找一个高一点地方去居住避开？我告诉大家，临难无苟免，我跟香港共存亡，哪里好地方请我，我不去，我在这里讲经教学，活一天讲一天经海水还没涨上来吗？着什么急吗？常常告诉同学真正肯修的，我们生命只有今天这一天，不要想我还有明天，你在那里打妄想，明天还没到你想它干什么？想过去想未来都是错误的，过去已经过去了，你想它干什么？未来还没有未来，不必去想它，只要今天抓紧，你就能成佛。古圣先贤的教训佛菩萨是这样教训我们的。又何况佛说得好，境随心转，我们这个地区人心善良，行为善良，这些善人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不会遭难了。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难得，我看的这些报告很欢喜他们说的这个善行的人数多少人呢？全世界人口1%的平方根计算出来多少呢？这全世界的8000人，有8000人
能够断恶修善，就能救地球啊。60多亿的人造恶，8000人能救吗？能。凭什么？凭邪不胜正。一个善人能够救1000个邪人，邪不胜正嘛。啊，那我们相信这个地球上有超过8000人这样的善人。那我们从哪里看呢？从宗教里面看。你看这个世界大宗教，每一个宗教里头都有善人。啊，真的，他们不要名利。啊，他们清心寡欲，啊，真正是好人。啊，宗教里头就不善的现在也不少啊，但善的有啊，不是没有啊。啊，在全世界几十个宗教里头，啊，我们想8000人应当是有。那么这个地球上再大的灾难不至于灭亡。啊，还是有救啊。啊，觉悟的人越多，这个力量就越强大。啊，那么灾难呢会减轻。灾难的时间会缩短，肯定的嘛。讲经教学里头，特别对于佛门弟子，啊，首先考虑到要保自己，自己保不住，你怎么能度别人？啊，怎么样保住自己？要勤修戒定慧，要真干。啊，别人不干，不要去理会他。我们自己的这是好事情，这是应当要做的。啊，敬宗同学修学基本的理论是敬业三福啊，那是敬宗最高的指导原则，3条是一句好记啊，你只要掌握住决定不违反。第一条里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4句。啊，头2句是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做到了，孝亲尊师就做到了。啊，第二句落实在《感应篇》。感应篇里面讲因果报应，一共讲了195桩事情，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你能把这195桩事情啊，你天天反省，哪些做到了，哪些没做到。认真学习啊，十善业道里面纲领就是10句、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
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十句。啊，通通都能做到。啊，再大的灾难来，你不会受这个灾难。你居住这个地方，啊，由于你自己的修行，啊，你是一个善人。这个地区人也托你的福，你越认真修行，啊，你的这个德行功力越高，影响的范围就越大，啊，这个地区灾难可以减轻，啊，这真干呐，啊，纵然是共业，不能避免我们在灾难当中求生净土。好事情呐！啊，灾难死伤很多啊，个人去处不一样啊。有人到极乐世界成佛，有人升天，有人在三途，不一样。啊，自己总得清楚明白，啊，你心里头就有主张，你不慌不乱。啊，灾难现前，你还是如如不动，对，自己能走得了主。啊，所以这是说到了这外圣意性的济临难明。啊，这是这两句话讲得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是以巨富繁复啊，但能信啊，只要你能够信，信什么呢？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这两句话是《阿弥陀经》上的。你只要真正能信啊，就行啊，深信此两个有字啊，有世界。有佛，好阿弥陀，这欧耶大师讲的，这两个字太重要了。啊，欧耶大师有个别号叫西游沙门，西是西方，西方有，就是，你看他就是从这个名字就从这两个有字来的。啊，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啊，叫西有沙门，啊，切愿往生，业相持名，即可如愿，金灯不退。啊，愿要恳切，我对这个世界什么愿望都没有，就一个愿望，希望到极乐世界去。啊，换一句话说，这个世间通通放下了。啊，一心就想到极乐世界去，这就真去了，不是假去啊。啊，一向持名即可如愿。啊，向是方向，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用持名的方法就能达到。啊，即可如愿。啊，满足你的愿望，到西方极乐世界，经是快速，你就证得三种不退转了。是乃凡愚所同能，凡夫愚人都能办得到。前面跟诸位提到啊，
地贤法师的徒弟郭路江，那是凡夫愚人，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贫苦交煎，跟地仙法师是从小在一个农村长大的，地仙法师出家了，出名了，大法师了。他找到他这个老朋友，要跟他出家。心地非常恳切，地仙法师成就他了。你看，就是一教他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在寺庙里头没有人瞧得起他，是不能住寺庙，在乡下找一个破庙，没有人住的，叫他一个人住在里头，就念一句佛号，什么都不会，告诉他，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他真听话，三年没有间断。往生的时候，欲知时知，站着走的，有本事乡下的佛教徒看到，到关中寺去报信，你那个徒弟的时候往生的，站在那里。地贤法师到他那个小庙里面去看他，三天往返三天，死人站了三天。地贤法师给他办后事，佩服，你没有白出家，这些名山宝刹，这些方丈大和尚不如你，通宗通教讲经的这些大法师也比不上你。这个话说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哪一个大和尚的时候往生的时候走的时候能站三天呢？一句佛号。所以凡与所同能，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你肯干你也能。若独因救民自心，则为上智所看人。这个救是穷救，民是民心。这就讲是，要是讲到民心见性，那不是普通人做到。那是上智啊！佛家讲上上根人，他才能做得到。法藏菩萨于因地中，悲怨宏深，开贤慈，他离法门，是以世称弥陀乃大愿之王。所以称赞阿弥陀佛为大愿王。下面是又密宗，也是他立法门。密宗跟净土宗是同一个方法。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到最后，给诸位说，就变成三个门。好比什么呢？我们讲堂这边同学们，你看你们都从四面八方来，
你进入我这个讲堂，这个讲堂只有三个门，随便从哪个门都可以进来，进来都是一样的，决定没有差别啊。但是三个门，这三个门觉真经啊，禅宗、信宗是走觉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进来了啊，教下。像这个天台宗、显首宗、法相宗这些教下的研究经教的，他们是从的这个三门里面正门啊，觉真经正门，正知正见从这儿进来的。这个净土宗呢，是从清净心。密宗也是清净心，这两个宗派都是从净门入的，觉真净这三门啊。但是密比净土那是更净啊，它真的叫纯净，净土宗没有它那么纯啊，但是净土宗的成就比他多啊，这是我们不能不懂的啊，这是佛学常识。我的老师，密宗的上师啊，我初学，他把密宗这些常识跟我讲的很多，所以我知道啊，密是上上净宗。不是普通的净土啊！你看净土宗，对于财神明是谁，远离他，不沾他，就算净了，就算清净了。密宗是什么？密宗是心地清净，接触心地都不染，这是真功夫啊！啊，换一句话说，它是通过真正实现的，在这。净土宗是原理啊，原理不沾你才净啊，啊，他那个不一样啊，他完全是湖光同尘啊，而一尘不染，那是真净啊。张家大师的时候告诉我，如果你比如说这个密宗供具都是金银七宝。那真的，你对这些财宝起一点贪心呢，你就完了，堕地狱。所以他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没有当中的，净土宗有当中的。啊，密要不成就，就堕地狱。啊，所以那是很难修的，很不容易啊！啊，我跟老师三年，啊，他老人家往生了，啊，要不然我不会离开他的，啊，我学佛的基础，他从他那里奠的，啊，严持戒律。啊，这是根本义。你没有戒律，你修什么？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走的一条正道，成佛之道。啊，你要不依循，想另外走一条路子，决定走不通啊。所以密宗也是他理法门，同属国教，皆是从国起修，
此殊胜难思之他利门，正是弥陀悲愿至切处啊，也正是净密二宗方便究竟处。啊，这个地方要知道的，净土宗好比学校里的是大学部分，这个密宗呢好比是佛教里头的博士班研究院啊，成佛必须要最后那一关要通过密，没有密那样进不能成佛。所以密宗真正修密的是什么人呢？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华严经上讲初住以上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初住以上，他们修的啊。换一句话说，这个密宗的等级跟中国这个南传的，就是能大师所传的这个禅宗，等级是相等的、平等的，上上根人，中下没分呐。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我们初学的人，大师给我们传授三规，啊，教我们一个咒，那叫什么？戒缘皈依。啊，那不是真正学密了。啊，真正学密从哪里学起呢？从显教学起，就是你修学要从大学部。啊，你要拿到学士，拿到硕士，再去念博士班，这样的啊，密是博士班，啊，我们这个净宗啊，是学士、硕士，他那是博士班，啊，我跟大师三年，我对于密宗尊敬、敬仰。啊，他们教我说我老师说的，我没有这个缘分，没这个根性。啊，这个东西不能随随便便修的。啊，所以这一定要懂得。啊，那是真正修，不起心不动念。啊，那我们净土宗呢是修。不分别不执着，他那是最高的，不起心不动念。啊，这是说出了密宗的殊胜。黄老居士他学过密宗，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啊，告诉我。新中国成立，他说到现在，啊，那个时候还不到60年了，说这个话都十几年前了。中国修学密宗成就的总共只有6个人，你看修密的人多少？他说总共成就的，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我们见面的时候，总有40多年了，啊，才只有6个人。净土宗成就的，那你没法子计算啊！净土宗待业往生呐、啊，啊，密宗呢？密宗不待业，一个待业净的，一个不待业净的，不一样啊，差别很大了啊！所以对密宗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它不是假的。它是真的
啊，所以在别教来讲，登地的菩萨他就消灭了。啊，灭里头主要就是修不起心不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自己是在定中啊，不容易啊。啊，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在这个时代嘛，这什么都变成假的了。啊，我在新闻里面看到的，那很多很有身份地位的人，宴会里面喝的酒是假酒，害病呢，医药是假药，那可能一点有假医生。啊，什么都是假的呀！啊，显教里头有假的，密教里头大概也有假的了。我们要不认识清楚，那怎么会成就啊？啊，总的要把它认清楚，搞明白。啊，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学习，自己清楚。这个下面几句话讲得很好，盖自他本来不二，肯仗他力，即是于此难心之法，能生净心啊！难性能性，全有当人之无上智慧，此即是此理。啊，所以你能够相信，说明你有智慧。你要信得那么认真，啊，那么恳切，那你是真智慧。啊，真智慧的人，他就会真成就。啊，这种人不多，是有。我们一生当中遇到好几个，啊，真成就了。对于这个法门，锲而不舍呀！啊，说老实话，我的这个信心，我讲的很老实。我对于佛的信心，最初只有七分呐。啊，到相信净土的时候，差不多是20多年的时间了，没有一天离开经教啊。在大乘教里，把这桩事情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才接受。你说这个事情多难啊！最初学佛，我的信心是尊敬老师。啊，老师介绍的，老师给我讲的这门课程，佛经哲学。啊，我跟他学哲学。啊，由于对于老师的这个敬仰，啊，入了佛门。啊，那么哲学意味，说实在话，经宗是有，但是一般人讲不出来。所以我们就偏重在大经大论的学习上。啊，以后遇到李炳南老居士，把净土宗介绍给我，我不反对，但是我不肯学。
他叫我看印光大师文钞。我读了文钞之后，真的对净宗不反对了，知道这个里头有很深的东西。渐渐的起入。真正相信，我也告诉诸位了。我讲法华，讲楞严，讲华严。华严经讲了一半，看到文殊普贤带着华藏世界41位化身大士求生净土，我简直吓了一跳。我从这里才相信了。到最后，华严法华，一切大乘经教，最后都是回归到净土，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无量寿经确实没有一个好的本子，所以汇集是有必要的。这个汇集本才把净宗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讲透彻了。真的是稀有难逢，现代人有福报，它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以难信能信，全由当人之无上智慧。这个智慧是你自信本具的智慧，这是这里。但能信如，老实念去，自然。能所念忘，自心朗现呐。从四尺到立尺，借凡心成佛心，净宗之妙全在于此。难信之法，但是你要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呢，它就变成不难。这个妙啊！东北刘素云居士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做出来给我们看，55岁遇到佛法。他就能相信，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当人之无上智慧。他信了，真干了。到这边来过，同学们问他：“你是用什么方法成就的？”他说了6个字：第一个老实，第二个听话，第三个真干。他说我就6个字。这6个字他做到了，真老实啊！一生不沾染名利，一生不妄语，没说过一句假话，这他善根。接触到佛法，他相信，他听话。听懂了佛经里头讲的2句话，他听懂了。这2句话我常讲人家听的都很熟啊，但是你没去做。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就听懂了一句啊，所以他就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你看一门深入，跟这讲的一样啊。啊，一天听经听十个小时，就听无量寿经。啊，那个时候，大概是我在98年在新加坡第一次讲的。啊，在那一段时期，我每年到新加坡去住一个月，讲一个月经。啊，那时候用录音带，还没有光碟。啊，一个小时一盘。啊，他拿到这个，大概现在已经做成光碟了。啊，一个小时，每一天呢就听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听10遍。那、啊、常识熏修嘛，一门深入嘛，就听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听10遍。啊，那这一部经听完2个月，啊，这2个月他听10遍，听完之后从头再听，这样听10年，10年没有改呀、啊，啊，10年成就是什么呢？戒定慧都成就了，他开智慧了。啊，他讲无量寿经不要用经本了，头头是道啊！啊，在佛法讲，他得念佛三昧，啊，开悟了，一经通，一切经通。他没有接触过的这个经本，任何经本。你请他去讲，他都讲的没有问题，全通了。56岁到66岁，你看这一生当中，这个10年没有白过啊！证明了佛经上所讲的。一门深入啊，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教之道贵以专啊，学习亦如是啊，啊，真学那就是专了、啊、专精了、啊、没有一个不成功啊，儒释道今天没有人才，大家都晓得，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呐、啊。寺庙盖那么多没用处啊，没有人呐、啊。人能弘道，人怎么培养出来的？像刘居士这样人就出来了啊！如果有个学院，大家在一起修学，那个福报多大了！我们现在人没有那么大的福报，所以这个缘呢就不成熟。可是你自己修学呢，一样成就。啊，就是在专精，除这一门之外，头脑里没有第二个念头。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就开悟了。啊，为什么？千遍，这是定功啊，你定下来了，你把你所有的妄想杂念都念掉了。啊，像我们这经体上人，你真正得到
清净平等觉了，觉是开悟了。平等是定啊，啊，平等是念佛三昧也，觉是开悟啊，啊，十年开悟了，用这种方法，你学佛，你就成菩萨了。成佛了，啊，最高的是成佛，其次成菩萨。你要是学儒，你比如你学一部四书，甚至于我学一部《论语》，你深年这样，你就是近现代的孔子啊！啊，你要是学道，你就是神仙呢、啊，不是做不到啊。人人都能做到，为什么不干呢？啊，只要锲而不舍，没有一个不成功。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刚学佛，刚刚出家，啊，同参道友很多啊。60年过去了，现在只剩我一个了，其他都没有了。啊，为什么不肯干嘛？不坚持吗？啊，我这一生也是老师教的，啊，张家大师教过我的，学释迦牟尼佛。啊，一生不改变，啊，释迦牟尼佛天天教学，我学成之后天天教学。天天读经，天天教学，没有一天空过我。啊，我常常把这个方法告诉别人呢，希望真正有心人听到了真感，他就会真有成就。天下无难事啊。成功的秘诀在恒心，在专一，不能搞多，搞多就砸了。啊，你比如十年，你学十样东西，学了一些皮毛常识，一样都不精。啊，十门课十年搞一样东西就通了，通到自信了，通到自信，事出世间法全通。这个道理要知道啊，事实你看这么多大德做出好榜样来给我们看，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效法的。那是但能信如，你真相信如什么？接受了，无条件接受了啊，老实念去，就这一句六字后面“南无阿弥陀佛”，你老老实实念去，啊，自然能所两忘。啊，为什么叫你听经？为什么叫你读经？啊，读经听经是因为你有疑惑。能帮助你断疑生信，好处在这里啊！啊，你成就之后呢，帮助你弘法利生，让你开智慧了。这一句佛号，如果是。不听经教啊，不读佛经，单单念这句佛号，像锅炉匠一样，成就了，表演给大家看，
三转法轮里头做正转，给大家做证明。这个功德也不可思议，人家看到你相信了，没话说了。啊，如果发心弘法利生的时候，那你不能够离开金角，啊，要成就自己智慧。所以老实念去，自然到能所两忘，这什么境界？理业心了，明心见性了。所以下面去讲的这句话，自性朗现，这就是明心见性。在净土宗里面叫理业心不乱啊，到这个境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直接生十八土，他不会经过同居土方便土，他不通过这，他直接到十八土去了，叫花开见佛。那他不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了啊，他自己见性了。所以从四持到立持啊，开头老是念佛，这是四念呢，到最后是念的立持了，即凡心成佛心，他真的成佛了。理业心不乱就是成佛了，理业心不乱跟禅宗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级别啊，境界完全相同啊，净宗之妙全在于此，方法简单容易啊，快速可靠啊，而且成就是无比的殊胜啊，它不是小成就，大成就啊。法藏菩萨成名非我境界后，乃祈请世间自在王如来为之广说诸佛之无量甚妙刹土，我若得闻如是等妙刹及其摄取之法，我当思维修习，适当圆满我之所愿啊。这就接着下面的经文了啊。法藏菩萨跟这个世间自在王佛这一问一答是在教训我们呢，啊，给我们莫大的启示啊，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啊，不是阿弥陀佛凭空想象的。啊，我当思维修习，这就是经上常说的，一切法有心相生。这是总的原则，总的原理。啊，自在王佛用的方法非常巧妙，把设方一切诸佛刹土用神力变现在他的眼前，让他全部看到啊，你自己去看，自己去选择
法藏菩萨的方法，取长舍短，设法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好的全要，不好的通通不要，所以极乐世界就变成诸佛刹土里面最殊胜的、最完美的、没有丝毫缺陷的这样一个修学环境。啊，不是凭空想象的。啊，世间自在王也非常聪明啊，也不必跟你细讲啊，你自己去看，自己去选择。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